SM 旗下新人女团 aespa 从出道便引起关注，今年他们西主打歌 Girls 回归，并呈现首个舞台表演，不料却有网友发文讨论成员 Gcher 的舞台表现，在网上引发热议。该网友上传了舞台直拍动图，表示只有 Gcher 跳错了，引来无数留言回复，指出连 YouTube 上的粉丝也看出 Gcher 跳错了很多，甚至有网友直言不希望他们丢 K-pop 的脸，而不想看到他被骂的粉丝则希望他多努力练舞，如果认真跳还跳不好是能够被理解的，但他似乎是练习不足，也没备好舞蹈才会被质疑不够努力，让粉丝们感到非常可惜啊。